合了，到点了。清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渗入这座城市，唤醒了熟睡中的人们，打破了昨夜宁静而安详的夜空。哎，干好！哎，这里生活的人们每天重复着他们简单而寻常的生活，但他们却很少思念曾经在这里短暂相遇过的路人，也没人留心这里某个角落曾经发生的故事。因为韶光易逝，岁月匆匆，顺风的时候下坡的时候一定放的要稳，把握前去，哎，不要，哎，因为路面颠簸，尤其下坡的时候容易摔车，一定注意安全。我们这岁数，对，生命是全社会的，生命是家人的，全家人是儿子媳妇的，可不能开玩笑。本身咱们出来就是锻炼身体哈。对了，对了，身体的搞坏了不好。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啊。啊，走了，哎，走了。那时候我都走丢了，这个我怕，我怕结果也走丢了啊。说这那不是一次，你走丢了，那全家都出来去找你去。找我。那你们走丢没人找你。我走到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哦，是啊。对他这个一样，他这设计就省事了。嗯。有一个区，他就可以把那兔子分开。对，拿来就可以拿来到处一批。对。至少你这整个房子的管道它都是不变的。贺建是汽车厂一名普通的退休员工，他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从儿时开始就随同父亲在这个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红房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汽车厂59栋红砖绿瓦的建筑里藏着太多记忆中的人和故事。59栋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俩还这么大。这是一楼是吧？在一楼，一楼。一楼嗯、这是张新业。哦。就是现在的那个汽车协会那个。哦，是。头头吧。对。嗯、这我，这不个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按着脑袋走、嗯、哦，还按着脑袋呢。那不好像那得手扒着脑袋，我扒着脑袋、嗯。哦，这都过了多少年？嗯，是。就那时候没跟伯伯在一起照张相啊，照张相就好了。贺建口中提到的伯伯就是当时652首任厂长郭立。和郭立的故事还要从父亲贺世岳说起。贺世岳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首批建设者。1954年，贺世岳从南京教育局调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办公室，主要负责向中央纪委、
机械工业部、汽车局等上报建厂巡报和月报。然而，真正让贺世岳记忆犹新的，还是他为六五二首任厂长郭立做秘书的日子。我是1954年8月1号到汽车厂来的，当时来了以后，就给我分配到这个厂办公室。厂办公室呢，当时我就负责写这个建厂的巡报和月报，送给这个汽车局啊、一级部啊、上级纪委啊、上级领导机关。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那时候我就每天，现在按照习近平的说，接地气，就要去到现场跑跑，接触些人，有时候接着些再采访些人，问些事儿。这个时候我就不断地听到说是这个国立厂长当了厂长找厂长，就是国立让贤这么个传说。车以后，新华社的记者就找我说，你给厂长留个时间，我要进行一次专访。因为汽车厂一次调试成功了，那3000多种零件他得一个一个做好，一个一个装成总成，再装上车，出了车还跑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量。新华社想采访我，说新华社陈子林要来找你专访，别的工作安排完他同意了，那就按基本就按那个执行了。这个事儿他当时听了以后马上就告诉我，不能接受这个开放。我当时心里纳闷，我说这事儿这个是好事儿，我心里在想啊。他说做工作的成绩都是大伙干的，不能把这些成绩都记到哪一个人的头上。又告诉我，干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经得起历史的检查。又后来又说，他说不是中国古语上不讲吗？盖棺论定吗？一个人只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才能得出来这个人的结果。这不是一个墙和那个电话它都通了，我记得小时候看着那墙底下有空两个电话线通了，就咱们这间屋和那个外面那间屋正好呢，就一墙之隔，然后两个电话机分别在这两个房间里吧，是不是？对，它是这样。原来咱们刚来的时候，一楼那就是住的秘书，这个楼上二楼住的是黄厂长黄一仁，对，三楼住的是国立他们，对，一家，咱们是在一楼住的。一楼住了以后，后来这个姚走了以后，对，是，房子就倒出来了。那个谁他走了以后呢，陈桂乐也就跟着也都走了，所以那楼上有3间。我们后来就说，当秘书的
就给他靠着还能更方便点，后来我咱们就上楼了。咱们那59呢是给厂长准备的。哦，所以你要写这个59栋的往事，离不了这个咱们那59栋那个像楼单。对啊，对，楼单是在咱们那时候那一栋里头算比较老的，是除了郭厂长、孟厂长，对，那家楼真是老。所以写59的往事一定避不了。嗯，对，是，就是毛老爷爷嘛。对对，到时你再别光写，光说自己的，不把老太太、把老爷子忘了那不行。老人还有谁家？好像老人不多，现在那个老吴家反正是现在还有，但是也都是小辈儿的。小辈儿的。嗯，因为我上那个59栋去看去了。嗯。然后现在这个3楼那一层楼呢，都是老吴家。啊、嗯。对，他是3家底。老吴单，老大是吴亚洲，老二是那个吴华。他是俄文翻译，对对对，老三是那个潘小丽，对对对，工业分厂，对，这3家当时就在那个二门那算是，对，主要是他们在那儿住。重新回到昨日的故里，仿佛时光的轮回，关于儿时的记忆碎片，也只有共同经历过的人才。改变了彼此年少时的模样，但追忆让他们回到当初。天地长白之59往事正在播出。进入长春东风大街，一大片雕梁画栋、红墙碧瓦的传统建筑交相辉映，这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来说，都是记忆中最美好的景象。这是一汽建厂初期就随同厂区开始同步兴建的职工家属楼。这些楼群无论是设计还是结构，都是按照当时苏联标准兴建的。早在投入使用开始，上水、下水、煤气、水电等设施皆已完善，住宅区内常年24小时供应热水。这种生活条件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都少有的高级平民住宅。对于贺建以及和贺建一样同在这个楼里长大的人们来说，这片古色古香的建筑不仅仅是有着独特外观的楼房，而是一种满载着他们的童年向往，更是随着岁月更迭，时至今日仍旧布满零星回忆的故里。反正每次到这块都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这一栋我这从这门进去出出那也好几十年了，所以说而且小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我说厂长楼呢，就是啥呢，因为这个郭厂长住在一门，然后孟厂长住了3门，然后这个2门呢，曾经有一段有个黄厂长呢也曾经在这门里住过，然后再往前就是我家后来搬上去那间屋啊，饶斌曾经在那间屋里住过，就他在那住过，有时候学习啊，有时候那个晚上在那休息啊，白天有时候休息可能就在那儿，就这是59栋。嗯，所以给我小时候留的印象特别深刻。现在这个楼我们同学就剩那些吴宁了，就剩吴宁，他是那个老吴丹的孙子，所以说现在我到这儿也只能找到这个老人了，别人家几乎好像都搬走了，都搬没了。这都过去老的，你看这过去老的，这中间是就水泥，整个水泥条，这都老都没变样啊，这是老的，这是水磨石嘛。嗯，过去那个这都是老的，变，但这个门现在是变了。嗯，吴宁，吴宁，哎，
你好。哎，你好，广哥。哎，算是这么闲的呢。来，行行行。来，进屋。对郭厂长家吧，也不是太了解，但是他知道他是最大的干部那家。因为啥？他第一门、三门是孟尚农嘛，孟尚农是咱们那个总师嘛，仪器总师。也都从美国回来的。我小时候反正也淘，比较淘淘一点。最淘的一次就是拿手小皮球往上撇，往上撇的时候吧，没有撇，哎，往撇看谁撇的高，每人撇一下，轮到我撇的时候，一下子撇到郭厂长家去了，就冲那个啊，当时阳台就是厨房那厨房的窗开，夏天开的窗户嘛，都用窗开了，就撇去了，撇去就那一个球咋办？我得上去敲，我就敲门，完了郭丽的爱人，老胖太太张姨啊，完了。完了说你干啥来了毛啊，我说我来捡球来了，你来吧，就给我上厨房去了，完了说你看球在哪儿呢，在牛奶锅里飘着呀，完了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往他身后躲了，完了说没事没事，完了哎完了我拿完了洗洗，完了说玩去吧，完了我就谢谢，我当时我还说谢谢他，我就下来了，下来完了我就跟咱们小柱啊建设他们魏敏他们，我就说咱别撇了，我撇人家牛奶锅了，你啥翻了没喝的了，完了当时走的时候，完了我说牛奶怎么办呢，完了说没事我们再重新煮一锅，当时我可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就在我印象中非常热情，别看是那么大领导哈，到人家非常客气，以后我说再别干那些事儿了。转小雨了，明天又多云转小雨了，周六都是转夜晚雨。到现在那个企业退休职工涨工资还没信儿呢啊？没有，别的省有信吗？啊？别的省？哎呀，可能了。我们七言的那个他是，我看是哪个啊？车身部那个。一个主任，咋的了？他干可好了。轿车梦，他又提了。他不是，他是今年的五一奖章的。有好有坏的哈，他提了，别人还退。这领导对我可客气了。是啊。你给他办公室里修那个，给他修干活修东西吧，
哎呀，又给你拿苹果，又给你拿糖的，哎呦我天，可那啥了。我说不用不用，哎呀，来吧来吧。吴宁的妻子胡湘琴。二七来这帮人是最小的，当时不爱吱声。有的时候中间吃完中午饭了，没事就我俩就下跳棋比赛，怎么跳棋？他我会玩跳棋，他哄哄我，我不知道，我就挺爱玩的。但是我家一来信啊，一干啥我就爱哭。那时候挺惦记家的，因为啥？我老大离家远，完我还想家，我还惦记我家。我妹妹我弟弟都小。但是我当时我就相中他特别能干活，我没注意他，我一个那个单位我也不注意他，学习完我就走了。后来呢，就是通信，我就是第一次通信，信都寄到单位了，在单位说，我这老有信的二七，我说二七同学啥的，我俩就联系呗，联系就是你说二七啥样，我说一七啥样，当时不是搞对象，真的不是搞对象，我就是写啊、二七怎么样了，涨工资了。什么什么情况了？他就说仪器怎么样了？啊，仪器那个什么，有一阵子不说要地震吗？啊，又是啥？就来回通信，就互相就聊聊平常的事儿。后来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嘛，时间长了，他就写信，他就说的搞对象了嘛。屋檐下的故事，厂区里的回忆，看似一句简单的承诺，却是彼此一辈子的关怀与美好。天地长白之五九往事正在播出。1975年，胡湘琴的父亲在老家因病去世。胡湘琴是家中长女，一直忙于料理后事的她，也正因此无暇顾及太多。与吴宁一度终止通信，长达一年之久。我家这边老给我介绍对象，介绍好几回，因为啥？我爷他们，我家我爷身体不好的时候，老在医院呢。完了，我大娘就说，我大爷的，我大娘，完就说，毛啊，你那个，你得找个护士大夫啥的，他我操，说是能帮自己家看病啥的。后来80年，我一看实在没招了，完了，只能跟家里说了，说我有对象了。他说哪儿的？完我说二七，那么远，那你将来结婚咋整啊？我说那调过来呗，你那么好调的。完了我说那反正我就认准他了。他当时说那句话，我们那师傅学的，谁倒是咋？他说的非你不娶，那意思。就说我同意，我说你要是愿意找我，你就来。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话也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他就去了，跟单位开个调信，我就上他那边去。完了那个正好我在去放电影的时候，放电影我去广播他来，哎完了那个叫我爸的老同事碰着，我同事碰着的，这是谁呀？完我妈说这相亲的那个对象，哪儿的？从东北来的。他妈就把他爸那些老同志都湖南，都他湖南老乡，都找来了。就做工作，我妈不同意，没办法呀，我妈当他面都偷偷掉眼泪。我爸去世的早，你去东北去那么远，还
东北那时候他吃杂粮啊，那时候八几年79年80年吃杂粮，那你去也不习惯呢、啊、当时我呢没想别的，我就寻思他要是从东北来了，既然他还在京城来了，肯定对我实心实意的，我们那个年代人吧，只要对你实心实意的那就是好人。我是请了20天假，请20天假快到五一我过五一就得走啊，到期了。这时候他家呢始终不同意啊，因为啥，他是老大，完了他妈身体还不好，完了他那几个弟弟妹妹啥的还都上学，就指他呢，完了说你要离开那不就完了吗，啊就始终不同意，就僵在那儿，一直到4月29号，完了30号就放假了，30号是礼拜天，完了1号是也连放两天假嘛，五一就连2天，我一看这完了，结婚证开不了了，完了挺那愁眉苦脸的啊，完这时候他妈就突然29号那天，还说行了，户口给你吧，同意了。哎，我说我还那昨天还没同意，今天怎么同意，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妈反正人相当好了，完了我说阿姨啊，那个我一定对她好。我当时没想这么多，我就寻思他就去了吧，他来就是对我好，我就应该，这人嘛就是将心比心呗，我就觉得反正别的我都不寻思，只要对我好就行。然后再说知道家庭这样的，那时候以前的早出生好一点，家庭好点，不管你穷不穷，他都不说了。现在都是脚有吃的，有房有这，然后我就觉得家庭对我好就行呗，我们家也是这本分人家，他家是本分人家就可以了。他家工人之家，当时就叫工人之家，完了出身啥也没问题，完再一个这家人特别好。后来是5月份，27是5月份吧，我俩在那个张官那个办结婚证，完他就拿结婚证回来了。回来以后到年底12月份，我又来探亲，就有探亲假了，上这儿来，完了在这儿办的结婚，在他家就在这层楼，他妈找的那个食堂呢。大师傅来做的菜，在家整了一天两天，摆了好几桌。啊，他这辈子对我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吴宁啊，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有雨，温度挺高，就是有雨。天气好了吧，我就早上出去锻炼。骑自行车，要是天气不好呢，我就不让他出去，有的时候小雨他出去我就担心他。对远去的昨天，我们始终没人能够追回，对于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我们也只能翻开昔日黑白亦或泛黄的彩色照片。年轻回不去的，但发生在老房子里的故事却仍在继续。Thank you.